向来不按常理出牌的陈奕迅，却不顾开上在即，依旧什么都要插上一脚。这不，在自己的巡演发布会上，面对从今年八月启动多达25场的巡演计划，陈奕迅依旧有功夫来关心一下自己刚接下的歌唱比赛导师身份。陈医生，吹神，你可以叫我吹吹老师。陈奕迅一边策划好自己作为导师的官方昵称，转脸又自告奋勇地要求站上跳台过把跳水瘾，而且给出的理由依旧符合他一贯的搞怪路线。如果我参加，我就能穿那个三角的泳裤，多劲爆，对不对？我也很期待。哇塞，靠友谊之光放大六级，要保住最大期望六级，尴尬应切记流汗六级，过两日我就还。